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不要，假设我不用这种方式，而是希望能够利用那个我们 VBA 里面的某个函数，我可以达到这个查询的目的的话，那在 VBA 里面有个函数哦，叫 instr 哈，INSTR 哈，那这个函数呢，蛮常用到的哈，主要就是说，如果我做全文检索的时候，假如说要把那个 database 里面查到的结果里面有某些关键字哈，我希望查到它。哎，在某一篇文章里面有没有出现？如果有出现的话，在哪个位置出现？等等的相关讯息哦，可以用 instr 的函数。那以这一题来看的话，基本上哈，我们要查询的名称它是在 A 栏里面，那我要查的话在黑名单。我黑名单现在这个范围里面哈，它是有20000多笔，那我不可能一个一个慢慢查哈，所以通常会这样的，因为我只是想要知道说它有没有在黑名单里面。所以哈，通常我会这样做啊，就是第一步，我会先把黑名单20000多笔怎么样，全部把它串接成一个变数，全部串接哈。所以这边的话在，在前面好像有一个部分是串，全部串接了哈。有一个部分好像这部分没不知道有没有讲到，就是怎么样把全部串接在一起。第一个部分哈，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再把什么呢？我们要查的。查询名单跟这一整个变数哈来做比较，如果它在这个变数里面有出现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有查到哈。那写法稍微有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因为这个地方跟前面逻辑有点像，好，那差别的部分的话，我把它来看一下。云端上面有哈，第二段程式码哈。那我先直接拿这个来做说明好了哈。首先的话呢哈，第一个。一样哦，我们先插入一个程序，程序名称的话呢，也许我们叫做查询黑名单，用的是一个字串的一个比对。那删除结果，这个我想可以拿掉哦，这个因为这一行好像也是我们从第二列新增，所以不需要把它清掉OK，好，首先的话呢，当然第一个我加一个 timer，计算时间。第二的话呢，将所有的黑名单串成一个字串。的变数哦，OK，那怎么做哈？基本上，当然我这边有个 J 的变数啦，这个 J 的这个变数名称呢，当然不一定要叫 J 的啊，你可以用其他名称代都没有问题。那也就是说，我希望呢把那个黑名单全部串在一起的话，那在那个 VBA 里面的叙述哦，就是比如说第二列一直到第二个工作表，我特别注意哦，第二个工作表，因为我不知道有几，总共会有几笔记录哈，所以呢，我可以序齿。二，然后呢，去抓什么？A2 里面的最下面一列，OK，然后抓到之后的话呢，S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话，S 等于 S 自己本身啊，特别重要。And 因为字串哈，所以是用串接的方式。And 什么呢？And 某一个储存格，好，哪一个储存格呢？那这个是一个 J 的话从第二个，所以它会把第二个 And 第三个 And 第四个，那全部呢就是把总共20000多笔的字。20000多笔的这个记录哈，全部都串在 S 里面。OK，第一个，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呢，因为我只是需要知道它到底在黑名单有没有出现，所以我只要比一次就好了，全部串在一起，最后跟什么，跟这个字串比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呀？也是一样哈，跟那个刚刚上面的那个叙述，第一个我要输出到哪里，所以会有个 K 等于2的初始值，就是要写到查询结果的第几列，第一个。第二的话呢，去查什么？查查询名单里面的，一样从第二列嘛，哈，然后一直查往下查，查到，所以这边的话是第一个工作表的最下面一列，所以查询名单嘛，哈，记得哈，你可以在第一千，我是在1000列那个地方插入个空白列了，这样就可以少跑一下时间。那再来的话呢，if 关键在这里这一行，好，if 如果我说我今天要比对什么？比对我。在查询名单里面的那笔记录，就是这一笔记录，比如说第一笔记录，这一笔记录呢，在黑名单里面有没有出现的话，因为刚刚不是黑名单已经被我全部串在一起，它变成一个 S，对不对？哈，那我想要知道说这一个跟有没有在这个 S 里面出现过，那特别注意哦，这个地方哈，其实一般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了哈。关于这种字串比对，最常用到的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函数叫 INSTR，
str，OK，、okay, 啊，这个函数哦，因为我刚刚我要找一下那个说明档，因为说明档哦，在早期的版本反而写得很清楚，反而哈越新的版本，像2010呢，一跳出来，全部都是英文的啊，查这个说明，而且很多说明档哦居然都不见了，哦，那这个所以哈这个地方我只好这样稍微说一下它的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了哈，这个函数呢主要就是。 会有几个参数，第一个参数的话是从第几个，不过第几个字，意思就是说呢，你要从黑名单里面呢，也许你可以不用从头找，你可以从中间找，你可以告诉他说从第几个字开始找都可以。